大家好，我是米米。今天我要做一道美拍中餐厅同款热菜，就是这道王俊凯做过的黑糖冰粉。冰粉的主要材料就是这个，网上可以买到，包装袋后面写了它的配料和做法。做法非常简单，先烧开2500克的水，水烧开后关火，将40克冰粉倒入，搅搅搅，搅拌至全部溶解。全部溶解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水变成透明了。放凉之后，它就是冰粉。夏天的话，我们把它放进冰箱里冷藏几小时更好吃。再来准备黑糖汁，在锅里放一些黑糖，这里是100克，倒入一碗水，边煮边搅拌，黑糖全部融化后继续煮，煮到黑糖汁变得有点粘稠的样子就可以了。我还准备了一些和冰粉搭配的坚果果干，有熟花生碎、葡萄干、熟芝麻、枸杞。冰粉凝固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，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组装了。冰粉已经倒碗里了，加上一勺黑糖汁，再来一点花生、芝麻、葡萄干，作为养生女孩再加2颗枸杞，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多加少，也可以加入各种水果，比如西瓜、芒果都可以加进去，还有山楂片、蔓越莓干、麦片圈等等也可以加。一碗冰粉做好了，如果你们还有别的做法、吃法或其他食材搭配以及任何感想，请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，我将精选3个评论点赞并回复，送出100元现金红包哦。